舒适，没有压力，然后真的有家的感觉。我最喜欢 Evanice 的这个护理呢，其中一个就是客制化。觉得每个人的皮肤都会有不同的问题，除了保湿之外，会比较注重细纹还有提拉的部分。所以整个护理做完下来的话，明显看到了这个提升的效果，所以我是非常喜欢的。